个咧放松嘅人。主耶稣，我哋多谢赞美你。耶稣，我哋要亲近你。我哋到你面前，好欢喜亲近你。我哋好欢喜同你一齐。有耶稣真好啊！你用一个平静的心，主耶稣，你真好。耶稣，你真好啊！主耶稣好爱我哋，耶稣睇重我哋每一个。耶稣陪伴我们，耶稣就在我们前后环绕我们，安枕我们身上，我们就跟耶稣说，我欢迎你。主耶稣，我欢迎你。耶稣，有你真好，你在我前后环绕我，安守在我身上，你永远谦卑服侍我。我感谢你，我享受你。你在我前后环绕我，安守在我身上，安守在我就全心来到你面前，全心去亲近你，喜悦你，我们欢喜你。主啊，我们欢喜你，我们喜欢你，我们亲近你。耶稣，我爱你。
我们跟耶稣说，耶稣我真的好爱你，主啊你真好啊，你是万物的主宰，但你不轻看我们，你创造这个无限的宇宙，但你都不看小我们任何一个人，你真好啊，主啊你真好，我全心感谢你，我喜欢你，我欢迎你。在这一阵，大家坐低，安静等候神。他心里面呢，你就不是想着我现在弹的歌，而是呢，你的心一来喜欢耶稣，耶稣我喜欢你，你感动我了，你向我讲说话，你带领我了。
爱你，多谢天父你爱紧我哋。耶稣。谢耶稣，感谢耶稣，多谢天父，我哋敬拜祷告奉主耶稣圣名，阿门。嗱，大家见你黑埋对眼吓，你快啲攞个麦落去。喺呢个过程中，有边一位你领受到任何嘅信息，可能好简单嘅，你只系举手吓，呢位姊妹咧就会将个麦递俾你，你就简单好简单咁分享一下。有边个你任何嘅鼓励你、安慰你，或者有啲指示性？或者提醒你某啲嘢嘅，你就舉舉手，唔使好複雜嘅，好簡單嘅啫。你有時閃過一下，閃過，咁你話呢啲係我成日都有喎。咁你覺得係我閃過啫嘛，唔關神嘅事。但係其實好多時咧，係神做嘢，我哋唔知道啊。係神嘅靈運行我哋當中嘅。有邊個你就舉手啊？有邊個你有任何嘅意念啊？舉手就遞個麥俾佢嚇。望到好似咧，望到前面好似冇出路嘅一條嘅路啊！但係又當神一帶我轉彎嘅時候咧，原來前佢幫我開咗一條係一個水路，條水嘅路咧係寬闊嘅。OK， 好，感謝主啊！咁呢個即係話，可能你面對啲困難，咁你而家咪面對緊啲困難啊？面對啲困難嚇，咁即係話咧，呢個都係神回應你啊！即係神會開一條路，咁水又可以代表聖靈啦、活水啦，即係神嘅靈。臨到你身上，你更多親近神，讓神的靈帶領你。 OK， 好，仲有沒有人有其他？我其實之前都試過禁食祈禱的，那呢就都經歷到呢，經歷過神的給我的一些用意，但很久都沒有禁食祈禱這個的操練，在這個過程裡面呢都給我有個意義，是想翻去做翻呢個嘅操練咯，同埋覺得親近神係真係係一個神係好中意嘅。好，感謝神。